好，我叫 Alfina， 我叫 Halise， 我是 Jordan Erin， 我是 Jari， 我的生日是4月24号，我的生日是5月28号。我喜欢旅游，但是不喜欢养猫，因为我对猫发过敏。我不会烹饪，但是我不会做饭，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。我的爱好是上网和看电影。Hanisa， 你喜欢什么水果？我喜欢苹果。你呢？我喜欢山竹和榴莲。我也喜欢榴莲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宿舍。这是我们的房间。哇，我们的房间真不错。这里有什么？我看看。这里有椅子、桌子、山、床和衣橱。我们的房间真大。那是我书包。哇，真漂亮！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的书包多少钱？80块。你的书包很贵。我的书包很贵，因为这个片子很好。好的，现在几点？现在，中午12点。我们一起吃午餐好吗？好的，我们一起吃食堂。今天就到这，再见。